是黄子韬，恭喜。欢迎黄子韬上台领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喜欢叫武力滔滔啊，随你们喜欢。然后，其实真的非常感谢中国移动迷谷会能够给我颁发这样一个奖项。然后非常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粉丝和工作人员，还有我的爸爸妈妈。然后其实，这一年真的。可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让我成长了许多。那所以以后我会用我更好的作品，音乐也好，影视也好，我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然后，2016年我的新目标是，我不会轻易的勾搭。谢谢。